这么多 AP，都怪这个中单啊！我都先出了铁男，他后出一个皎月是吧？啊，中单的问题啊，会不会选啊？别让现实影响网络，该爆就得爆，言之有理，言之有理，稍微他一下，他一个兵两级要溢上来了，准备往后拉一下，拉的同时，发点安线，没事，我们会先升三级的。我就不 Q。这个时候千万不要着急放 Q， 急就出错，错就会死。走过去压他的身位，这是最优的选择。走过去去压他的身位，然后一锤直接。把他脑壳给敲开啊！连招不错啊！五指孱弱的击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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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击打。怒气控的还挺好的，可以抓上，没闪的。就像这样，晕他，飞了，帅。开二段一就必须得 E 过来 ，E 过来就会吃我们打野的晕。OK， 他这波兵线感觉要玩不了了呀。Q 一下。我想要消耗我吗 ？A 一下，小拆防御，直接拉锁他的大大招，不着急，点先挂 ，Q 一下，哎，开盾，哎，他已经死了，哎，哎，赶紧把先推掉。不只是吸血鬼肥啊，他们 AD 三杠零、四杠零、杠三，这把感觉又没了。听见没有，机器人说的就是你啊！拉扯你，舒服舒不舒服？他每次都能猜到我要 Q 闪，真的太明显了吗？一脚下放 R， 回头 Q。归零。我感觉杀不太大了啊。也没个信号啊，这把下路差距了。中单这么劣势都能单杀回来，尽力了，有点怨气也是难免。还不开大。拉扯你，
算了算了，走吧走吧走吧。我操，叫下路一打三，我操！敢防御，回头啊！哎，就这里，好小一只鳄鱼啊，迷你版的鳄鱼了，变成。搞个超神啊，我差两只大招好了，我就相当于差不多差一只了，差一只就能超神的话，那其实是比较容易能达到的。威灵六满天飞雨，我是不是得过去，我来看看能不能把这侠给做掉吧。过去 A 一下，别放技能。好小丑还要靠点杀他啊？没这点还真给他跑了呗。尽力啦，掉线啦，你俩可怎么搁这 OB 上了，我操，被别人三打五，你在干嘛，我伤害打满了，我在干嘛，不是这两个人搁这 OB 我能怎么办呢，点了及时止损，其实点了可以，下一把反而更舒服，这把给了也没啥问题，点了对我来说是好处啊，这把能加不少分，大影魔刀我玩你的钩子，这盲僧十杠跟杠十三，这把赢不了啊，干啥？勾他！打不动呀！辅助杀手来喽！出动！辅助杀手不了一点，哎呀，再拿个积分呢！哎，没事没事，死了就减一，还好吧？这家伙是卡住了吗？其实是死了，但是又活过来了，大师。魔鬼的步伐 OK 希望大家能够订阅，以后也会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更多关于我的内容，谢谢大家。